我曾经写过一本很厚的日记，日记里的字字句句只描述了一个人，他叫盛淮南。他成了我青春里的第一个对手，唯一的对手。明明喜欢一个人却见不到，摸不着，好不容易见到了吧，还假装不认识。我和他最终会在同一个世界吗？如果有一天轮到我来把秘密讲成故事，我的故事叫做遗憾。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。